多事别太计较，只是使命感找到了我，我睡不着。如果说马兰糕有点技巧，我会加点虚拟，你会觉得擦掉。我的枪不会装弹药，所以放心，不会有人到。我派清风侠不需要替身，因为自信是我会画的颜料。我做很多事背后的意义，愿凭你们想想。拍个电视剧为了用钱实现前的梦想，收视率再高也难抗衡我的伟大理想。因为我的人生无需再多一笔的假象。我不知道何时变成了所谓的那表扬。被扣在派对那边装着要道歉模样，怎样？我唱的歌词要有点文化，因为随时会被当教材。CNN 能不能可以往好一点再放？时代杂志封面能不能重拍？随时随地注意欣赏，要控制意识，不然就跟毒下犯人拉下的，我不想。好莱坞的中国戏院，地上有很多收音脚印，何时才能看见我的账？哦，如果超人会飞。感动落泪，人家就会觉得你夸张。